各位同亲，大家午安。咱我甲班长鼓掌一下。谢谢哈，因为我足难得的哈，大家来到这，心情拢真好，因为安怎，早起啊，有一个同心讲，伊听到这个论述了后，我精神做一个好起来啦，啊，咱请伊啊背起来就好啊，咱甲鼓掌一下啊，请。哦，足感谢你为倒位来的？高阳吼，哦，感谢吼，请坐。所以讲，咱大家拢有福气，才会去听到这个福音。吼、哦、啊，因为那无。咱秘书长真正台湾确实无这个希望啦，安怎？啊，都教育甲咱骗啊！咱伫大学的部分啊，无甲你读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学法律系公共行政系根本无咧读这啦，伊都无爱予咱本土台湾人了解，啊，好不春多画出来，真正天佑台湾，予咱本土台湾人才会觉醒。啊，无咱敢会觉醒？若无伊咧画，咱也会去想着讲，咱的祖先都是日本人。伊无画，咱无法度去觉醒啊！安怎讲？我一个好的朋友，我是杨教授。我若去台中，伊就派车啊，伊家己来甲载，足好嘞。甲尾来讲，张教授啊，你哪会咧变遐有空无算的？讲我咧变有空无算的。啊，甲尾来讲，讲我是背祖啦，违背祖先啦。哦，我吼，好咯，我去查我祖先的黄金翁啊，因为拄啊，伫庄卡以前拢迄个代志，即个忙的啊，即摆拢拼起来嘛，拢进塔去啊嘛，黄金翁啊，安尼一个，我去查咧啊。几十个差才两个啊，写啥？唐山祖啊，登山祖啦，但是找不到唐山妈啦。我的祖先两个唐山祖找不到唐山妈，安尼我是什么人？根据马开医院林玛丽医师做 DNA 的报告，咱本土台湾人90%啦，拢是平埔族的人啦。咱哪会遐巧？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吼。世界迄个叫做发明
讲，咱提出这金牌的，当年都很不错。按照人口比例来算，应该咱世界排第一的。啊，咱就是拢是这样。较早嘛，我们不是单一血统啊，拢比较混杂的血统。那讲登山公啊，来无登山嘛，这历史上的记载嘛，那是安尼嘛。啊，所以讲，我叫阮老爸叫恶多山，叫阮老母叫卡匠。阮老母甲我话讲，虎咪啊，虎咪哦。啊，虎咪就是文呐、啊，哦，啊，我是张文彦，张嘛吼，啊，日本讲叫做九啊，九虎咪 hiko 是一个文，下面再三撇，张文彦。啊，因为咱慢慢啊，咱会去大家会较接近，会较了解。因为大家拢初级班，可能第一摆咱伫遮见面，啊，若要了解我诶，即马迄个手机也足方便诶，去上网啦。你即马去上网写张文彦，还是用口试诶方式写张文彦教授，或是讲座教授。啊，那安尼会看到我的资料啦，哦，迄是简单的迄类。啊，那要搁较详细吼，一人力银行四个一的人力银行，迄个是伊迄阵啊是叫我写一个格言啦，啊，我有甲写去。啊，你打一人力银行吼，华人吼，世界华人名人小筑啊，我遐有写一个格言，我诶格言的重心在所讲的就是态度足重要，吼。啊，这个讲起态度吼，因为阮查某囝伊要去上班啊，大学毕业，他是专业的啊会计师，他考上会计师，大学毕业要去上班的时，来甲我问，甲我讲，伊即马要去上班啊，爱注意啥无？那足好。也也要甲问者，我甲讲，你的皮肤有甲恁遐同事同款啊无？因为伊伫白人社会的工作，因迄白面的啊，啊咱是黄面的啊，我第甲问安尼啦，伊讲。伊个公司是白人咧掌控的，我讲安尼好。你即马啦是主管交予你，叫你三工做的迄个了，交代你讲三工予你做。你若一工工半做好，你着搁摕咧，搁去甲你个主管讨工作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伊交代你讲，你三工，因为外国人有在做代志，讲他晓得这个差不多要做多久嘛，吼。啊，伊讲啊，这个三天给你，这个四天给你做，这个一天给你做。你做完啊，我去讨工课做啦。伊有听入去，底下拢安尼在做，准。你在做头家，
有一个新罗安尼咧甲你做，你的感想安怎？将心比心嘛，你的想法安怎？讲这个少年呢，能力很不错啊。咱叫他三工，伊讲工半就做好啊。够有这个热忱，够责任感，做好还过来讨工作。安尼，你做头家，你要听无？像这款的职员，你要用无？这就是安尼嘛。伊伫迄个这间公司 KPMG 啦，伫遐咧工作，伊做三年啦，等于白人超爱做六年啦。因为伊所接触的拢是啥？世界公司的事，世界公司的案件。伊的主管一定讲，这个很敬业，交代予伊，拢会如期完成。啊，搁要来讨，能力很强，较困难的，较无爱人爱做的，拢交代予伊去做。啊，伊拢接受。人讲啊，这当时爱赶出来，你有法度加一个班无？那叫加班。啊，那外国人吼，白面的吼，但我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敢有讲想要加班？迄有诶加班无钱诶呢？因为外国有诶是安尼呢，这你诶代志啊。安尼要予大家思考啦，这就是态度啦。因为大家已经走入第一步，走来咱这个台湾民政府，你的目标拢是要为未来子孙来奉献，所以家己鼓掌啦。大家鼓掌一下，感谢啦！因为恁已经来伫遮要做这个代志，所以咱的态度就是爱这个进行。所以讲，应该做的，得去做，绝对100%。以后什么代志，拢是你咧替未来的子孙奉献。那咧讲一个，这个叫做宗教上啦，的看法，这就是啥？咱咧做好代志嘛，确实。大家拢来咧做好代志，所以这就是要甲大家吼讲因为这个咱即马是前言啦，因为自我介绍有诶也无太足清楚，当然班长伊我无讲足清楚啦，所以学校我甲讲唔对去啦，讲这种无要紧啦吼，因为。我早期都伫国立学校，到尾去外国，才过来伫外国十几年，才阁转来高雄。吼，我伫高雄艺术大学吼受聘回来伫高雄，高雄了做甲退休，以后阁一个大学。国家邀请去做讲座教授，讲座教授都甲做甲70几岁，刷落拢伫遮，拢咧做义工啦，吼、哦、来遮，这是目标正确的，咱未来咱要为
咱的子孙啊过了较好。所以咱的宗旨是什么？咱的主张大家都知道了，开学的时候都谈到主张。啊，今麦来讲个宗旨是虾米？我爱好大家知。好，啊，咱的宗旨是虾米？宗旨啦，吼，咱的宗旨是虾米？我当然这个不是这个，咱的宗旨啊，是为百姓设想。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吼，咱以外，咱迄块大砍伐，这就是为百姓设想。咱啊，大家有这个心，伫遮，我迄阵啊，我有安尼讲过啦。当然，虽然起码伫咱伫叫做啊参议院啊甲众议院。拢在审查我们的这些法案。当时候，啊，这些啊，众议院的议员提出来要求说，我们这些职位啊，要有任期，讲这部吼，爱有任期啦，吼，你做什么做什么吼啊。要定出来任期啦，啊，因为迄阵啊，送到参议院来，参议院啊，啊，我甲讲吼，那任期啊，咱的目标有可能达到无？问题就这啦。行政机关的官员拢有任期，啊！你时间无够，讲叫伊讲，啊，无你落来一个，伊要落来无？甲遮，大家政府官员拢啊任期有啊无？拢有任期嘛？那个立法委员有任期啊，市长啥物拢有任期啊？啊！伊做了无好，马英九啊任期啊，要叫伊落来有可能无？无可能嘛，足困难嘛，迄是中国的啊思想的看法。我甲讲吼，咱袂使有任期啦，咱的政策没有达到，你都爱落来了。安尼，毋则会为人民设想。政策。做袂到，啊！像个马英九选去讲，经济没有啊，迄、那个就业啊，加迄个叫做啊，迄、那个所得，伊要讲，即马我要过一两年就结束啊。薪水敢有减？迄阵啊咧算的时讲，若无达到，伊薪水要减啥？一半。啊，毋知大家知影无？全拢未记得来款，所以从这到即马拢无人讲啊。啊，这就是啥？啥物拢用骗的嘛？啊，敢有法度甲挂落呀？足困难。所以咱以后要来做咱的官员，你就是接到。这个位，你就要依照咱的目标，啊，咱的政策去做。你若做袂到，你讲啊，歹势，我的能力无甲遐，我让落，互换人来做看卖。啊，这就是咱的政策，也是咱拢一切拢为百姓设想。哦，啊，这予大家知影吼。啊，因为早起，咱来复习一下啦。读
初级班了后，有战争华内底有两个上大的重点，有诶读啊法律系啦，还是读啥物啊政治系啦，根本拢无了解。有诶，迄种迄个写吼，咧写拢玩乌白写，因为他不晓得战争法嘛。哦，战争法内底最基本诶，第一就是讲流亡政府不能安怎就地合法，所以中华台北。一讲台湾就好了，为什么会中华台北？很明显嘛，你就是流亡政府嘛。哦啊，这我也来都唔知呀。讲啊，就叫啊，迄、那个做啊运动会安尼啦，中华啊台北啦，就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啦。哦，啊过来。过一个占领，占领，迄个不能改变主权啦。以前啊，是那安尼，啊，这都是国际法内底规定嘛。啊，这呐实际上《马关条约》。了后，几个国家啊，四个国家反对，到尾啊，日本迄阵啊，才阁辽东半岛才阁行出来，定一个辽南条约，那才阁赔银两，吼、哦、啊，迄、那个辽东半岛阁予满清，因为满清这个啊辽。辽东半岛是满清的发源地，啊，他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讲到这，大家爱国足清楚。流亡政府，咱会讲四月一号是啥物？讲愚人节啦，啊，是啥物叫做愚人节？伊的讲法，伊唔爱甲你直接讲。让你们自己去想，他说出来漏开了，他说、啊、4月1号就愚人节了，他给你教，说一个比较难听的，就是1945年4月7日、啊、日本天皇把台湾、啊、纳进、啊、日本的领土，就是皇民化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日本天皇下面的臣民。我们家郝柏村说：“啊，你们是皇民，你应当不可以来选流亡政府的台北市长。”哎，讲较明确的嘛。讲较明确个，啊，伊阁无爱去讲明确，干呐嘛反面尔。啊，想要予遮个人，伊应该讲，可比你是啊本土台湾人，是日本人，所以你不能选流亡政府的台北市长。啊，毋着讲较。讲较明确的，人也袂。伊即摆就是要把遮个流亡政府迄阵啊带落来遮个子孙啊，讲大家都爱出来投票哦，袂使予日本人的后裔来选着哦。伊的想法是安尼啊，哦，啊，所以讲拄啊好。咱即马吼，回去，爱拜托大家，
拢去做宣传啦，要互咱台湾的人拢知影，咱就是啊黄民，100%正确的。拜托因早日去妈祖啊金门平潭岛啦，这爱好所有的本土台湾人拢爱觉醒，无伊拢唔知影啦，拄啊，互因选了也好，拢爱去灌输这个观念。我们就是黄民，4月1号以后，因为当时台湾是属于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么选举了3位啊参议员，5位众议员到东京开会。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战争战死的，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啊，这种都是事实啊。安尼，咱到底是什么人？应该都足清楚。就是足清楚，哦，啊，这是要予大家了解吼，慢慢啊，吼，拢真清楚啦。所以伫遮啊，要来呼吁伫世界各地的本土台湾人啊，那希望因拢回来受训。啊，这个消息啦，希望起码这个泡泡的消息啦，希望你老亲友在国外，你给他打电话说，咱这次特别为着本土台湾人所开设的啊班级啦，哦，那伊咱起码是要开一个算海外研习营啦、研习班啦、啊，啊，来，咱来看这个时间，咱是要为12月初7，因为伫国外啦，为12月头第二礼拜啊，你也话差不多拢休困啊啦，拢休2礼拜、3礼拜，啊，请恁大家check一下吼，啊。初七啊，开始啦，加啊，这个14啦，啊，拢总8天7夜，这个都是在海外地区，哦，海外地区。啊，那是本土的，你就咪讲啊，你都普通时足无闲，啊，你也都要切过这个时间，啊，那欢迎啦，哦，啊，咱的。目标是可以国外的啊一些本土台湾人回来，因为他也要啊了解啊国际法律啊，我要来做咱要做的代志啊，所以咱啊足欢迎因来啊，希望那知影恁国外。有朋友的牙齿在了，好不好？有啊，无？吼，有嘛吼？我而且拜托你甲讲这个时间。啊，那无啊，无要紧。啊，无，这予大家了解，因为咱这个时段呐、啊，拢是世界传播啦，吼、哦，世界传播，所以世界上，咱诶咧看咱这个节目，必须听讲。诶，咱即爿差不多啊，50万人咧看啊，所以讲，若有这个信息啊，甲讲啊，叫伊来。实际上，
咱以前从来无开这个班呢。咱即马因为外口的反应，我所知影，巴西老人登来读册，哦，阿根廷嘿，足远的呢，要登来要了两天的时间呢，啊那登来咧读，哦，啊南非也有啦，哦，真济所在拢有世界各国，哦，拢有登来，啊，这就是讲。咱家选这个时阵啊，啊时间我还没到啊，吼啊，所以希望大家有世界的朋友啊，拢甲叫叫回来。过来，我插一个简单的迄个故事啦，咱秘书长，我甲李登辉先生啊，有这个渊源伫咧啦。因为伊是捌做过啊，李登辉啊，自由会的秘书长。迄阵啊，咱李总统甲林志森伊讲啊，林先生，你着读战争法，啊无，你把你的战争法摕伫台湾的地位看卖咧。啊，我甲你介绍一个，叫做何瑞言啦，啊，这是外国人，啊，恁去研究，啊，秘书长也足尊敬咱。啊，李总统啊，讲好，啊，伊就去找何瑞言，甲伊研究了啊，讲，哦，原早是流亡政府，叫早都爱走啊，你讲点点点，安尼要安怎处理？唔只会想到讲无来过美国。这就是叫做天佑台湾，有找出一条给台湾的生路。所以啊，李登辉先生啊，咱李总统，伊今啊几岁啊？伊九十二岁呢，吼、哦，伊阁去走个代，你知影？去日本啊，人家邀请去日本。你看伊个，伊这篇咧讲啥？伫大阪咧讲啥？讲日台是命运共同体。啊，大家想看卖，啥物叫做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领土，人若来打，一定日本人爱出来保护嘛，啊来干涉嘛，来就是出来保护，啊打对方嘛，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命运共同体嘛，啊，这就很明显啊。原早李登辉啊总统也无真清楚啦，即卖已经安怎足清楚啊？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哦，啊，咱过来看，伊个伫台，过去伫台办，哦，伫台办遐伊讲啥？伊啊，对这个啊，安倍这个叫做晋三，这个叫做首相啊，伊也蛮肯定伊。伊讲伊有这个勇气啊，
行使啊，这里有做集体自卫权，要把它要废掉，等于是虽然已被修宪啊，这些众议员魔鬼一用行政命令，就是把自卫权啊，把它剔除，等于他们不只是自卫了，现在可以怎么样反击？你要进到我的国家领土，有时候会受到威胁，我就打你了，不要你出手。以前去给麦克阿帅说你不可以去跟攻击你，你如果去打你才用可以自卫，被动的啊，他现在你看那么好打呢，会念他就要解散，这解散他们的众议员呢，现在要解散，他认为他的做法确实的，他不要用行政命令啊，给改变，先为行政命令通过，灌输一些观念，让日本的人民知道，好了，啊，你们这些众议员不听我的，那就解散重选啊，重选过来再来投票，因这就是等一下，没那个任期的限定啊呢，那咱家说，任期的还没有到，要重选，啊，人家日本就可以啊，他们也有一点任期嘛，但是认为首相的政策，众议员没有办法配合，那么他可以解散国会重选，哦，类似这个情形，我给大家啊，安尼清楚一下呢吼。啊，伊个伫大这个东京的时候啦，他在东京的时候吼，伊安怎你讲伊个，他都系拢伫大阪的时候，伊讲吼，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啊交给别人的手里啊，这是什么意思？伊讲，伊的意思是讲，人若甲你啊有威胁的时候，你为了要保护，你就可以出兵，也就是所以别太多，单人怕啊才出手啦，伊才不能啊把国家的生存权呐，交给别人家的手里，这个就是讲了这些问题，当然这咱再个介绍，咱即马来讲最近李登辉总统伫中正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的时候，讲的话大家唔知知无？他一礼拜左右尔嘛，唔知等知影这件代志无？伊伫啊对年轻人讲，讲爱把伊无讲流亡政府啦，讲外来政权。要把它怎么样结束这个外来政权，在中正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的时候，这个是 这几天的报纸都有这样报啊，同学啊，那我们同亲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都可以看到说，李登辉啊，前总统在
嘉义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的时候所发表的演讲，讲的什么？他向年轻的朋友讲，一个年轻的朋友说，这个外来政权，他不讲流亡政府，他说外来政权要把它结束掉。这就是我们再来讲到这个问题。三月三十是什么代志？大家不知道知道吗？咱今年太阳花事件叫大家行出来全世界各国都响应他有50万人行出来。那时候美国紧张一下，阿伯啊，这个台湾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于战争胜利而取得的。阿伯啊，这些少年呢，那无了解，拢行出来，就真晦气啊！伊要处理了，我足晦气啊！迄阵啊，所以伫这个时阵。4月初5，这个是咱讲，这个是罗素了，这个就是美国副国务卿是亚太那么负责亚太的负责人罗素，一共下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这个自治是什么自治？ Autonomy 就是说上面有人上面有人的自治大家可以想，跟咱现在所了解的，大家咱现在目前咱的现象是什么？在这啦这个啦，这个啦，美国占领嘛，这个到底加这个啥？日本天皇有什么所有权嘛？所以他只是上面有人的治理呢，所以咱。李登辉总统迄阵啊也唔知啊，讲要甲废神甲废掉了，美国讲袂使哩，袂使才变啥？动神啦！咱要有台湾省政府，大家唔知知无？若有迄个咨议会呢，要有省议员呢，迄拢咧领啥？拢咧，你干那领钱尔，加了费个呢？实在，过来，李登辉，伊那搞不清楚啊！美国个那假创安尼，美国来外当面甲讲讲，即个你那台湾，你算讲台湾省服务去尔，你也变想要做台湾国嘛？台湾国的变相，你就是你占领要改变主权，哪有可能让你改变主权？所以讲，伊即马讲，即马赶紧发表啊，讲，这个是自治的，自治是啥？讲一个较简单的讲，那甲加拿大同款，咱像加拿大，加拿大是。那个英国国协的议员呢，就是加拿大，他上面有谁？英国女皇，
安尼毋知大家清楚无？啊，咱阿拜安怎？等于甲日本国旗一样嘛。啊，上面有什么？日本天皇嘛。啊，我们自己管理吧，跟澳洲、纽西兰、黑龙江、英国什么国旗来对了，等于大英国联邦嘛。日本啊，叫必须听为诶说法，就是讲。咱即马是美国占领，啊，日本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到尾后是美国人交予咱，但是咱也爱向日本天皇效忠，是毋是？日本迄边派总督来，啊是。美国这边交代咱这边啊来主持啊，爱向日本效忠，所以这较复杂啦吼。这问题要未明朗，就是讲日本是毋是伊？要派总督来，啊！伊若歪派总督来讲啊，互恁子弟啊，恁家己产生油出来啊，然后他日本天皇也任命，安尼，这那是一个方式啦，吼！啊，就照美国的交代，啊，美国啊叫日本，吼，来啊，互咱。去主持，啊，这就是应该，咱这就讲较著名的啦。这面顶有人啊，啊，这个人是什么人？日本天皇啊，咱爱甲尊敬啊。啊，所以讲，迄个咱搁去想吼，迄个咱搁去想这个问题。阿扁啊，总统，伊哪想要改变呢？伊去选到了，佮第二任选到了，伊讲要来参加联合国，啊，就写，佮寄去安尼，联合国佮你退件啦。啊，边个咧想无呢？哪会佮咱退件？啊，咱也有国家，啊，也有军队，啊，也有政府，啊，有外交，啊，哪会唔要？咱会比咱较细小所在啊？啊，足济个咧，啊，咱也无要，互咱参加。咱大家来了解者，可能有个老师也讲过吼，要参加联合国爱有四个条件嘛吼。第一是爱啥？土地嘛。啊，土地即地是日本天皇个，啊，你敢有？咱敢秘书长讲，咱若来住伫国宾伫较大，住六七十年，咱。出来讲，哎、欸，国宾住伫遮个人，咱来表决来投公投，即块即啊啥？咱住伫国宾遮，即、這个国宾是咱的，咱来公投，安尼敢会使哩？安尼都袂使啊！所以讲，咱住伫遮个人，那人民讲，哎、欸，安尼咱来公投。哦，伊，咱都土地了吼，都唔是你的。人民呢，大家身份证摕出来拢是啥？啊，中华民国的国民尔呢？你啊，摕去听讲会使去投票的你啦。按我啦，以前咧甲教公民讲爱安怎？公民才有什么？选举权啊，咱敢公民？啊，就是我拢去选举啊！真正开始咧选举啊！伊该发一张啊，
甲你骗啊，拢系用骗的。你都唔是，当然你唔是伊的公民啊。迄、那个啥？迄个，因为你是皇民啊，所以伊唔甲你唔敢甲你写讲你是公民啊。哦，类似安尼啦吼，拢所以讲第一也无人民啊。啊，有政府哦，世界无生人命啊，早都联合国伊退出了，啊，都宣布死啊。啊，蒋中正也安尼讲啊。哦，啊，都也无国家，啊，外交权。咱甲人定迄个做啊外交啊，迄、那个承认拢是啥？用中华民国啊，干咪用一个台湾国去甲定伊个？拢无啊，四个拢无，诶，也无土地啊，也无人民啊，也无政府啊，也无外交权。迄阿扁也讲，阿安知影安尼袂使，啊，无人民，干脆咱个护照甲寄一个台湾落去。啊，实在，嘿，些颠倒哈，咱咧讲叫做想要较好嘞，些颠倒讲，因为你遐挂着着中华民国啊，啊，干那个台湾呀，人人也无，你提出来着中华民国啊，你唔着中华民国无，啊，去台湾，哦啊，所以讲美国也甲讲，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是安怎？是安怎？那个阿扁，美国也甲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都袂使哩，都袂使哩。你也想要公道，啊，你也想要改啊做啊，甲用要去参加联合国，啊，这都袂使哩，都袂使。啊，你所以麻烦制造者，就是安尼来啊。哦，啊，到尾啊，那个阿扁安那讲，我无法度。别人也无法度啦，伊无法度改，别人也无法度改啊，啊，就是，诶，大家拢用先试嘛吼，啊，即摆这个有怎柯文哲伊来讲，伊是来参选中华民国诶，有做啥？诶，台北市啊，伊那是遵守着中华民国诶法律伫行嘛，啊，你若遵守着法律伫行，你哪有可能？去变这个啦，哦啊，这就是吼大家去了解吼，啊，事实上就是安尼。上重要就是，因为太阳花安尼出来吼，啊，美国也惊到呢，讲这少年人，五十万人啊，要甲你装反吼，讲咱来公道。安尼袂安怎？像乌克兰，人有诶讲啊，这个恁互恁去公投，世界也无承认。一地都土地都毋是恁诶，你住伫遮，安怎才会承认？大家来请这个新闻证，有这个 TWA 身份诶人，阿伯啊。就可以用公道的方式来进行啦，因为美国也有跟我们说，你里面两种人要怎么公道？台湾里面两种人啊，啊，我们才会知道，说一个是什么？啊，中国人来住在里面留下来，这些子孙，啊，跟日本啊，战败了后，会留落来，才是日本人。啊，所以讲，两种人，啊，两种人要安来决定这个。啊，那咱大家拢提这个有这个 TWA 这个台湾身份证的话啦，安尼咱会使公道哩，这无争议啦。这美国也甲咱讲呀。啊，叫咱发新闻证啊！大家去想看卖，咱敢有遐敖？你看遮个台独，有诶台独遐个大佬讲，阮拍拼八九十年啊，
都拢无法度拼出来。啊，恁台湾民政府会来发新闻照？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咱来发新闻照。啊，那美国叫咱发的啊。啊，这不是咱要发就要发呢。美国来要求讲，恁爱要做先 deposit， 爱先寄10万块开办会呢，人家要给你发这个身份证呢。伊国防部的单位袂使来讲去用攻击啊，吼，因民主国家，所以伊国防部的单位佫出去外口去成一个民间的企业，啊，用民间的企业来甲你发这个身份证，啊，这是100%正确。科威特的身份证来吼，互迄个来发，啊，这就是正确的嘛。所以有时候都是天佑台湾。啊，来去讲到这吼，就是咱的祖先吼，啊。就是叫做索尼上吼，迄阵啊，讲爱10万块美金啦，啊，咱遐迄阵啊，咱遐同情，大家都爱足勤哩安尼，反正直直勤，我勤到两三年才会完成哩，因为咱不向外募捐嘛，拢同情大家提出，啊，迄个咱住伫日本这个主席讲安尼好。10万块美金，10万块我出来，迄叫做啥？天佑台湾。啊，你若无人，咱伫外口咧拍拼吼，去世纪饭店，去参加世纪饭店2次，迄一摆拢爱9万块美金呢。啊，迄若主席提出来。类似安尼，我甲大家讲吼，真的是有天佑台湾。真正爱用钱的时，拢有钱啦。咱要过美国，确实无钱啊，啊要安怎？一个张明贤家己，一个张明贤农民党的主席讲，爱偌济钱？迄阵啊讲欠150万啦。甲因厝的田园摕去押。借150万啊！民生，你去告美国？哦，我听到这個，我足甘心嘞。唔是讲告赢呢，爱钱你出来呢，也未告呢。人有诶讲，有诶讲啊，八字都没有一撇嘞，家摕田园去押钱，好秘书长去告。啊，这不是天佑台湾，啊，无是虾米叫做天佑台湾？大家去思考，足济真正天有咧甲咱安排，哦，啊，拢是遇到困难，啊，一步一步都直直进行，啊，直直咧做。所以，因为恁即马来员工。卡福气，阮拼要，若要讲要拼要5、6年呢。为迄阵啊，都咧开始告美国政府的时候，参议员嘛，啊，你讲看安尼偌久？吼，陈安，啊，恁即摆来，过半年啊，恁都看会到啊，等你咧。吼，类似安尼啦，吼，大家，所以讲。拜托两件代志，回去好康的，你就保护恁一挂亲戚朋友，知影，赶紧来上课，吼，赶紧来上课，赶紧来办身份证，安尼做到未？感恩啦，好。啊，咱即马阁按照 PowerPoint 的方式吼，过来
介绍啊，这我看大家知影啦吼。因为希腊人也安尼讲过，吼，那依赖中国，台湾会啊变为更脆弱。啊，这就是安尼啊，因为迄个马英九，伊认为安怎？伊认为伊是中国人啊，这实际上的迄类嘛。我看咱卖好困啦吼，啊，若要厕所的吼，啊，家己方便啦吼，啊，卖好困，我身体还好啦吼。啊，这予大家大家看着就好啦吼，啊，嘿，啊，予伊大家若去便所了啊，搁转来，咱再来放一挂影片，哦，予大家看。你看，我即马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啦，吼，小故事吼，大家了解吼。迄阵啊，美国甲咱讲日本的政界啦，多几个有甲恁卡啊联络的。啊，秘书长，啊，就甲讲两个啦，一个是叫做啊，咱即马即个安倍晋三啦，吼、哦，啊，佫一个是东京都市啦，迄、那个东京啊都的知事，吼、哦，知事吼，东京都迄个做。迄、那个做啊，咱介诶，东京都市吼，迄个叫做，即马东京都市叫做迄个什么大什么园，大家，我想想下，同时东京都市吼，迄、那个东京都诶。哎，做市长啦，迄知事吼，啊，迄、那个咱有甲报名啦，甲讲这两个啦，伊咧甲咱问，一动机伫带，讲以后恁是甲日本，我爱建立一些关系啊，啊，所以讲恁有介较有来往的是虾米人，吼，迄、那个啊。咱就讲这个爱到尾吼，美国较支持啊。咱大家想看卖，以前美国拢要叫人个国家安怎升值对无？迄阵啊，若逼台湾讲爱升值有无？直直逼，咱逼到台湾升值，讲25块换一块美金，大家唔知知无？迄阵人直直变嘛，啊！以前啊，逼日本直直升值嘛，哦，安那个，这个啊，安倍，那个美国无甲逼升值，伊直直贬值啦，一直到今嘛来要咧啥，要个贬值，大家想看卖，美国放好伊呢？啊，是不是美国在支持？是安怎？要让因币值较薄嘞，大家会去遐旅行，啊，去遐买物件，啊，让因的经济较好。伊要来领导人民，唔只会开接受，啊，这就是美国我咧个配合嘛。啊！伊即马只遐好大，即马要来解散。恁只个众议员啊，无听话，拢解散定算。伊就是要用人民的力量算出来，再来实施啊，过来改变这个宪法。
接得起。啊，你看日本集体啊，这个啊集体自卫权的啊解禁，一把它解禁。啊，当然它的解禁啊，是用啥？用行政的命令呢？啊，那教工五位工啊，这个是违法，不能用行政命令，哦，这个宪法啊，但是他先解禁，啊，然后现在就要来重选，啊，重选以后再来投票，这拢有一步一步的进行。啊，东京都市的石原正太郎啦，九原你知？哦，我咧讲，迄阵人咧甲问我，咱讲啊，九原啦，石原，哦，大阪，嘿，九原，咱也甲提供咱这两个较熟悉，较啊，对台湾较袂歹，这两个安尼啦。啊，所以讲，即马都啊，因为啊。石原正太郎伊较老啊啦，吼，我较老啊，所以讲，即马，啊，解禁啊，啊，唔只讲，如果台湾遭受攻击，日本可以出兵相救，啊，这个就是安保条约都拢有签啊，含美国的安保条约大家知影嘛吼。啊，安保条约，吼、哦，哦，这个大家有诶啊知啊，啊有诶啊无啥知啊。咱来看看这个，这样足重要哦。恁转去啊，爱去甲人讲，这是全国法规资料库，大家爱上网去哩，去加。去查一下，现在会指国防部总政治作战截止之条例都在删除了，我们有这样中华民国的都删除了，以前杂药就是什么这国防部啦，这些组织啦都在删除了，那个经医署啦都删除了，连国防部都要甩带去啊，大字啦，唔知知影无？报纸看到啊无？大字啦，国防部啊，原早拢要去甩大字去啊，那个新闻报道是大字写得很清楚哦，啊，这你会知未？啊，你想就知啊。你那个所在，较早是日本的总督府啊，你拼给人啊，你无拼给人，敢会使？啊，就照讲是登个金门啊，伊即嘛，伊也未总走，也未离，伊那是讲安尼较好看嘛。你知你啊，怎讲啊？你随走金门去，大家说到。起乱啊！那里嘞，哦，啊，这就是美国啊，讲哦，爱无缝接轨啦，甲咱讲，又现在正在开始，就两个政府存在，一个是台湾民政府，一个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两个政府存在，啊，无咱遐车走出去外口落落车无代志。啊，这也不是我在说的，啊，大家有的人都很清楚，啊，如果国旗也插起来，有的不敢去买，哦，美国国旗也插起来，不敢去买，啊，这也是实在的事情，哦，啊，这个就很清楚啦，很多，哦，我们过来，哦，头先你看，哦，来，搬，你看国防部签大字，博爱特区不收钱啊！当然，这个字要大于这个啊！
安尼让人民才袂惊。安尼你大家知无？啊，伊若讲国防部签大旨，准备要大船离港啦。哦，来来来，看大船离港。啊，大家大家大家，这什么时阵的？6月16日啦。啊，这什么？哦，伊这个报道啦，这个报道，哦，刚回国的金溥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啊，就国防部要刷诶正常嘛，啊，大船就要开走，啊，无紧刷刷咧，人要来啊，但袂安怎？大家爱用一些智慧去想，去想看卖咧，啊，咱。亲戚五十会知影未？唔知吼，啊，无我倒个讲百姓啊。啊？嘿，啊，这甘愿讲吼，甘愿讲，你都去家己自修啊嘛吼。啊，你假使啊对无到，你吃亏就是你家己嘛。啊！选去给因去选，无要紧，伊会选流氓政府的代志啊。嘿啦，这无要紧，因咧有钱他赚，咱唔选。啊，出来给选，选无到伊一科收30块第一落地啊。啊，政党啊，四年啊，拢总一年分50块。啊，四年分200块，所以以前台联党无啥物经费啦。到尾啊，迄回算大家讲啊，台联党可怜，大家拢甲投100几万票。啊，那50块，100几万票加乘以50，安尼偌济？大家得看卖。啊？啊，伊都有这个经费啊。一这个小党，他就可以活了。所以今年他又活起来了。啊，这就是啊，啊，无以前诶，拢爱经费呢。啊，所以即卖政府一年编预算，啊，安尼编啊5000几万，啊5000几万，伊大大用啊，都未歹啊，当然。安尼大家有清楚无？啊，这跟我咧讲，迄我咧讲吼，当然我的原则是安尼啦吼，因为我本身我是教授啦，讲话袂使乌白讲，因为咱拢我爱惜羽毛啦，袂使讲你无讲啊，所以讲。我若咧上课，我若伫研究所咧开课的时啊，我拢叫我的学生讲：老师上课，你们要带笔电来。我讲到遐，恁上网去找啊，吼、哦，啊去找，你着找有啊，啊袂使讲老师讲，哇，讲到嘴角全破啦，袂使安尼讲啊，啊有诶吼、哦，外口遐乌白转诶吼。伊都无证据啊，无啥，伊拢三白乌白转啊！啊，大家若听较恰恰啊，啊，唔是啊，啊，我们是自己啊，是专业人士，自己又是学术上啊，咱老占一席之地哈，啊，所以咱袂使啊乌白讲伊，这哪足厉害嘞！这标题是安尼呢？
这报纸的标题讲吼，中国在玩阴的啦，伊是安尼玩阴的，伊因为第一个用战争绝对不可能啊来拿台湾，所以习近平当迄阵啊副做副委总书记的时啊，伊去日本见了日本天皇。当时候要进去，啊，叫外务省安排。外务省说：“哎、欸，你见我们天皇，半年都要安排啊。”哦，啊，伊讲你半年无安排，我无法度时间排。啊，转透过美国，叫美国个安排。啊，美国再安怎个安排？伊去见天皇，个天皇安怎讲讲啊？中国都较好过啊，中国因较好过啊。因想要来买台湾啦，啊！日本天皇安怎讲？伊也无实力，伊讲歹势吼。阮祖先甲即马吼，都无咧卖物件呀。啊！这就是啥？因即马要制造，因知影。直接要甲买无可能，即卖要用印的啦吼，所谓印的吼，用这个附件吼，咧讲啊，迄、那个做附件，这个问题啊，钓鱼台这啊这问题吼，伊用这个附件啊，讲因用携带吼有这个收回澎湖台湾啦、啊，啊当然伊最想要叫啥，叫这个。世界有190多个国家呢，有的小朋友真多啊，所以小朋友很多小国家嘛。伊那煽动就是讲啊，你们小国家，你们都投同意票，我给你建一条高速铁路在你们国家，安尼遐小朋友国家也去投予伊那边，一定会嘛。啊，因安尼就较方便啊嘛，吼、哦，类似安尼啦，迄我咧想啦，啊，所以讲，唔只系用阴的，诶，用阴的诶方式，吼、哦，类似用骗的啦，啊，我阁予因一个好处，因都投予因啊嘛，啊，实际上这美国啊拢足清楚，啊，所以那搞做啥，伊后来咱发现啦吼，啊，甲提掉去。来，咱即马阁了解吼，这边予大家看咧。有诶讲平潭岛，大家拢知嘛吼。吼、哦，伊这个地理位置伫遮，吼、哦，福州落啊尔，啊遮新竹起来一块啦，吼、哦，啊台北港，啊即马台北港又啊着淡水啦，又开通啦，啊甲台中港哦伊遐也开通啊，啊即马刷来阁一个布袋港，说不定也要通。类似这些东西，下面，这是啥？这是2012年呢。啊，即马几年？2014啊呢？吼、哦，啊，你讲看，迄阵啊，因的报道啊，这福州的报道啊，福州新闻报道啊，啊，因为美苏安排吼，迄、那个 ROC 要回归中国。福建省平潭岛共同管理，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美国在做代志，拢一步一步，拢有安排啦。以前早期的时阵啊，伊想要把蒋中正给挂出去。啊！伊迄阵要安怎管？迄阵啊，去甲菲律宾讲，叫菲律宾划一个所在，予这个流亡政府的高官跟这些人民到菲律宾去，拢讲好啊、哦！咱回想一下。孙立人事件，知影也去看卖。
这一个、两个、三个，我所以大家都唔知好歹嘅。我讲，生利人事件，都、就是迄、那个，这个是咱嘅一个以前叫做长胜军啦。伫中国咧烧台的时啊，伊拢拍赢较济啦吼。啊，伊是美国嘅军官学校毕业嘅。啊，迄、那个麦克阿帅啊。啊！叫伊去第七舰队，甲讲，讲蒋中正不行，他们靠不住，所以咧叫伊来领导台湾。啊，菲律宾拢甲安排好啊，要甲因遮个军队赶赶去啊，台湾要互伊来领导。伊讲走去甲蒋中正讲啦，啊，毋则去互安怎？迄阵啊，有诶去开端团去啊，拍死讲无甲拍死讲好，你啊足忠诶，好啦，无你都拢卖做啊，甲软禁、软禁、生利人事件，即大家拢毋知嘛。啊，即就是迄阵啊，都要甲赶出来啊，你知道？要搁。叫一个人做完呢，啊，都寒战爆发，哇，却无去处理这件代志，所以一直伫好延续下来，啊，甲这个时阵，哦，类似这种情况，啊，所以这那美国安排啊，伊甲中国讲啊，恁即马。一法签好啊！一法签好啊！等一下，国共已经什么和谈了呢？安尼，因这人会使回去安尼。啊，伊要走去，带你家中国来，我头有200多万人呢。因会使要回去呢，啊，要回来走一带，有诶呐，走去山东。有的走去沈阳，有的走去桂林，有的走去四川，有的走去湖北。我啊，你那遐个拢家己去革命，啊，你着头家冒咧烧啊呐。会安尼啊袂？啊，所以讲安尼啦，你拨一块所在，予台湾人去住，吼，迄个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去遐住啦。啊，所以讲。啊！美国讲好啦，啊无中国讲啊无这个所在啦，啊这个所在拄啊好。你若伫遐咧去革命，大家才去遐大去革命，啊，遮迄甲炸掉都无代志啊，当你咧，啊都关伫内底啊，当你咧，一个小岛内底啊，你要发挥，你要伫遐去革命，你也无法度。安尼知唔知清楚未？你即马迄若几下去，几下去，迄都无作用啊！迄做一届要去，毋才会，系啦，大家若听讲，小撮讲，类似这个状况，我也让大家知影吼。所以因迄，而且你看，讲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收益。啊，都讲，啊都安尼啊，啊你无法度啊，哈？哦，啊这无法度，这就是安。来，即马要请咱的同心吼，甲咱服务者来放一个平坦的情形，予大家看一下。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两三
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咱今晚吼要过来看伊这个报道，咱今晚要台商在那个地方受害的报道，我爱好大家知影者。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线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这我稍微补充一下吼，我本身现在是仲裁人，仲裁人你唔知怎样无？仲吼，那讲。那简单讲，民间法官啊，
哦，你若有争议，啊，就去申请做调解，啊，仲裁人，啊，仲裁人拄啊，第一届伫北京办一个活动，啊，我也去参加，啊，参加尾啊，迄个研讨会煞了后有拢有 Q&A 嘛吼，啊，我举手甲问啦，因遐人民啊，迄个法院的法官啊，我甲问讲，为什么台湾的商人在中国打官司都败诉？我甲问啊，伊讲，他拄啊讲啥？讲有法律啊，他如果赢，他就按法律。啊，输的话讲，好、哦、啊，我千万别讲，人民的法官来甲讲，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了，安尼对嘛吼？我按着来，你讲两句啊，真正。好，安尼好。你这就是不是我黑白讲啊？吼，哎，伊我甲背书嘛，啊，实际上就是安尼。我有去过，啊，我有去参加迄个活动，迄拢有资料，吼。安尼，你要安怎去啊？啊，无就是讲，台湾是因的啦，吼，那家这个连山连前因。伊就是讲台湾是恁个，恁今来统一啊，互恁开迄落，伊就讲好啦，我好康个福利啦。哦，啊，这就摆事实的嘛。哦，安尼大家爱记伫心肝内，因为因讲国校个课本啊，这我会知影是，因为我头拄啊讲个，我伫外国十几年啊。啊，上海的我走出去外国，啊，大家拢是我拢语言各方面习惯拢会通嘛吼，啊，大家也袂歹。甲问啦，啊，恁遐是安怎？咱去遐做生意，啊，敢若见到打官司拢输？伊迄个甲我讲安怎哩啦？讲。在小学的时候，因都有在教一课，讲台湾哪会比中国较好啦？因咧教人民讲，台湾哪会比因啊中国较好？伊讲，蒋介石把我们的黄金都带到台湾来了，所以我们中国。比较辛苦，人民都比较困苦一点，较艰苦啦。吼、哦，安尼时啊，你去想就好。今这个法官去受到因的教育，啊，伊出来看到台湾人，啊，好了，你跟我啊抢劫黄金走了，我现在要算回来。啊，所以你爱大家去思考啊。那有来上课这些亲戚朋友，对，你的亲戚朋友拢伫中国咧发展，你爱甲讲，我偷偷啊甲讲，重心袂使放伫遐啦。遐你若有赚，你就赶紧，已经本啊转啊啊。趁会使的，你就赶紧我准备遐有法度房接啊，互因啊钱款款的，赶紧转来啦，对你有保障啦，啊无性命我去死伫遐啦。安尼大家唔知有清楚无？好啊，我这讲是咱。教因的讲法，甲接触这个人，啊，伊安尼甲咱讲，啊，我讲予大家知，吼、
你即卖伫趁钱，你紧钱趁趁咧。啊，若会伫疏开，啊，你就赶紧疏开。哦，啊，你性命过咧，可能比趁钱较要紧啦。好来，咱即卖过来看这个，这就是，这个就是吼。那个太阳花的时啊，去占行政院啦。啊，攻入行政院了后啦，这个美国啊，我插手入去啦。吼、哦，啊，这是辅大的教授啦，辅仁大学的教授吼、哦，美国人插手入的。在行政院的拖底啊。拖出来看，啊！伊往中文看有啦，讲去看这张啦。你看这段页条咧，啊！伊怎啊？即卖手机足方便咧，伊怎啊？甲翕起来这里，啊！伊今伊这个人吼，甲拆起来，就是讲，迄个不爱予人讲这个啊，曝光伊这个名吼，啊！伊这人甲拆起来，这写啥？这写啥吼？这讲吼，亲爱的，迄、那个伊遐有做资讯的同仁呐、啊、吼，请每天上正燕一点通啊点啊啊新闻啊资讯网，每个人呐、啊、爱点至少要点我这50次啦。啊，这拢是咧造假啦！啊，你若点，伊就甲搞起来；啊，你即马无点，哦，你这个都啊休假，无休困啦吼！哦，写个休，哦，啊，这样写个休，啊，这高级公务人员都在造假。啊，你大家去想看卖，流氓政府安尼会好还袂好？啊，是不是高级公务人员都在造假？啊，咱实在吼、哦、想到真的是很冤枉，交一挂税金拢给因去乌白母，饲一挂，哎、欸，嗯，你看，这我也不是乌白讲的，啊，搁有这个物件。实在老早都要给他关回去了，一定照国际的方式来处理啦吼，这以后的代志，啊，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哦，你要了解，咱啊，之前咱家己有家己的步数伫咧啦。哦，后来，这吼、哦，这那是啥？这就是白色恐怖嘛，翻版嘛。哦，啊，这那是这，我看哦，这咱拢啊，不爱讲了，因为这里吼、哦，这里是啥？伊马英九讲。中国大陆是我的领土，啊，真正伊的领土啊，哦，啊，这确实伊的领土啊，因爱登记啊，啊，台湾不是他的领土啊，啊，这个可能我战争化研究了无清楚啦，吼、哦，啊，咱就是讲甲大家讲者，啊，即嘛，啊，要甲大家讲。那有要创造历史的人，你那高级班通过，吼、哦、啊！你那确实有要去高级班，当时开课啊，下礼拜吼，下礼拜啊，哦，安尼就我较平吼、哦，啊那赶紧通过吼，啊那要去日本吼、哦，去来拜靖国神社的吼。啊，都有资格啦，
吼，咱有一个规定讲吼，科技班毕业啊，你有愿意去创造历史，啊，你会使来报名参加这个啊靖国神社吼，啊，咱当年吼拢有去啦，咱当年拢有去，啊，所以就是要甲大家讲吼。啊，即马来，咱看这个，这个咱话足清楚，大家拢足了解嘛，吼。哦，咱过来学习一下，好无？啊，美国的高等法院安内做安内判决，第一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点，国籍啊。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第三点，咱人民要受到这个政治的碾压。第四点，哦，台湾啊，要伫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啊，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啊，这就是咱初级班我一定爱知影的。啊，这大家会清楚未？拢会了解嘛吼？啊，可能大家较无了解是啥物？是毋是这个？这个较无了解嘛吼？我这我足了解吼，就是伊即马拢咧办啥？选举啊！啊，你讲延长伊个寿命啦！啊，你讲咱骗啦！好、哦、啊，这就是这个因素啊。我呐去拄到朋友吼、哦，我有当时啊，咱要甲讲这个论述，我甲第甲讲，你对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你有相信啊无？我先问安尼啊，伊讲哦，伊无相信。啊，若无相信就免讲啊！啊，那伊无相信，伊讲咱遮的法院讲有钱的判生，啊无钱的判死，啊，伊迄个叫做啥？史立德讲国民党啊，法院是因开的，安尼伊那也袂相信。但是这是美国呢，美国呢，所以爱甲大家讲吼。咱这是100%正确的，所以咱为判决以后到今嘛，啊，遐侪年啊，美国人感觉讲足奇怪，恁哪会遐慢？叫一个来甲恁看卖咧，啊，叫来看，讲哎，啊，恁哪会遐慢？伊若要来调查什么原因，咱哪会遐慢？咱遮都无法度啊！要叫一个办一个身份证的，啊，有诶都去到遐，要原早拢讲好啊，讲叫伊去摕一个附证，停本啊，咱户籍的停本尔。伊讲去到遐户籍停本，甲讲讲的，我才转来，啊，无请啊，后安尼啦。所以讲咱遮话就无法度，因为。拢教育啦，伊甲你灌输说这个是诈骗集团，你要搁去用骗去，哦，类似安尼甲你教育，啊不得白色恐怖的阴影受到啊，拢会惊吼，啊所以无法度，所以这也甲你讲，这是100%正确的。啊，这是要主动协助咱嘛，吼、哦，美国要主动协助咱。啊，咱即马食的拢是有诶，拢会讲到啦。啊，我就是较简单吼，安尼互大家看过啊。因为这就是拢共产党跟和解啦嘛吼，啊，伊所以讲。伊个怎啊？国军、共军是中国军嘛？吼、哦，啊这啊伊安尼讲签了后，伫迄个怎啊？迄、那个
美国迄个做海军啊，美军啊，伊安尼报道，伊这个文字讲你啊，撤台30年，第七舰队的官兵啊啊再来台，再来台，这个表示啥？表示讲，因签了第二天，美国的军舰就入来嘛。啊，这那是事实啦、啊。啊，咱讲只讲离开30年，啊，事实上，伊这地是因的土地，因占领的土地啊。哦，啊，这啊，让大家知影这里。啊，这叫安邦雷达站，上课老师应该有讲嘛吼、哦？有讲啊，无讲？讲嘛吼？哦啊，这清晨刚起床吼，甲12点过就戒严啊呢。12点过拢是美军在使用的，12点甲6点，清晨刚起床。咱即嘛要换好看一个。咱的新闻证，吼、哦，咱请新闻证的现身说法，吼、哦，咱来帮一下，大家了解一下。月顶、地书顶，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童星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这个因为印度啊落飞机啦，啊，迄个时阵啊，拄啊趁咱大家同心吼咧闭幕式啦，吼、哦、啊，伊阵啊，咱迄阵啊56期吼，啊，时间是2013。5月19日，啊，因落飞机，啊，我则讲啊，拄啊，因转来吼，啊，叫因用过这个啊，咱这个新闻证，予大家现身说法，袂使讲啊，我咧讲，诶，咱这个是100%正确的，吼，啊，实际上啊，都是安尼，哦，安尼大家我足清楚的吼，啊，毋是。
秘书长阁甲大家讲，讲有去美国团的，有啊无？一个，那讲咱诶女童星吼，伊讲伊护照内底夹着咱的身份证，因看到尔，伊阁特别叫伊去边啊过就好啊。啊，其他诶人诶旅行团伫遐有诶咧烫鞋啦，啊咧啊怎烫即个皮带啦，安尼伫遐咧检查安尼。啊，遐个大家拢出来共团诶出来，即个问讲，诶、欸，啊你是迄、那个怎CIA 哦？美国的情报人员的话，啊，无你那怎啊免检查，啊，你就往边啊过去。唔知有听了这个故事无？哈？有吼？哦，啊，你无吼？啊，你不要紧吼。啊，我那咧想讲，真正有机会，邀请伊来遮现身说法一摆。哦，啊，甲讲者较清楚咧，是虾米旅行社？啊，虾米人带队的？啊？什么人参加的？哦，啊，实际上这是必然的现象啦。真正咱迄个出去伫世界咧看到吼，因为因主要是啥？咱的心情特开始写啥？啊 ，USMG， 美国军政府。有诶讲，看了美国军政府讲，哎、欸，啊，你要出境，啊，你有武器有要通关无？啊，这都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哦，啊，这是事实哈、哦。这个啦，这个那是要予大家看的。伊哦，你看伊去要做啊，关岛哈，伊、哦、去要登一个，予伊做纪念哈，讲、哦、啊，无来提来啊，伊讲内底哈有七个官员啦。啊，讲有讲四个官员讲伊捌看到，啊三个官员都唔捌看到，啊所以讲啊这敢会假？这敢会假？啊，那大家出国拢会知影，你出去一定会家己 copy 那嘛，哦啊，好大家啊礼拜爱 copy 那嘛，哦，安尼大家有信心嘛无啊？哦，这大家一定足感受来个遮，才会知影遮个代志嘛。啊，无有诶，都拢毋知啊。好、哦，后来因为我即个 PowerPoint 吼、哦、做足久啊，因为安怎日迄阵啊吼，日本人来咱遮上课，啊来咱遮上课，啊我用即个 PowerPoint 吼、哦，拢是用叫人去思考啦，哦，用叫人去思考吼，请因吼，即个日本人吼去思考讲，咱遮流亡政府的遮的叫做啊国徽啊，拢即反正去遮拢剔除啊，啊因的想法安怎？啊因的军旗是毋是有一个日本国旗？拢有即个日本国旗内底？啊，咱车拢擦掉，啊，让因去思考。哦，啊，这我足久啊，这足久的代志啊。吼、哦，头拄啊，咱看到法规，迄个拢咧撤销嘛，吼、哦。啊，当然，这苏联部啊，甲这个咱卖去看。后勤部队好了，后勤司令部来，咱这里来拜托这里，咱来给大家看。就在今天，大家要送走2012年了。不过，同样要告别的还有联勤司令部以及精简裁并的青辅会、体委会。联勤两天前降下了联勤之旗，而且唱了联勤军歌，大家依依不舍，说这军徽上骆驼象征的钟情精神并不改变。降旗，联勤司令部最后一天，联勤之歌这一天最后传唱，官兵难掩不舍。
66年来大家非常努力，永远牢记我们永远以联勤的一份子为荣为傲。肖建时拿了骆驼赠画，联勤的军徽骆驼象征忠勤卓朴，尽管编制走入历史，但骆驼精神永远不变。尤其联勤走过66个年头，研发出军方许多创意装备，白饭、麻婆豆腐、调理包，提供野外求生特殊口粮，还有国军最新移动式厨房野战炊事车，蒸煮炒炸2个小时中可以做出4菜1汤1饭，重点是300人份。不止联勤司令部裁并，2012年底个别的政府机关还有体委会、青辅会面临整并。也特别的谢谢各位同志，包括说总统大家的帮忙，谢谢大家。末代主委陈以真交棒前还到国民党中常会报告，2012年底体委会、青辅会、联勤等机关完成阶段性任务，走入历史，兑现部会精简支票。台北新闻崔龙群、林尚群团报道。我要补充一个，给大家再增加印象。我受邀请去参加迄个以前叫做后勤司令部，到尾佫改为联勤司令部，后来改为后勤司令部。迄阵后勤司令部的时候，有邀请我，我是工业工程的迄个叫做等于是审查人员呐、是工业咱个行政院工业工程委员会的评审员呐、甲邀请我有去遐。第一，我问因会做遐，因为阮伫遐，伊拢叫阮委员嘛，伊拢足好咧，足客气因为我们是委员的身份，去审查因个案件。我甲问讲，恁迄个传情帽，迄、个国徽，哪会无去啦？伊讲毋是啦，毋是无去，即马改啥？改阶级啦。你毋知听有无？改革阶级啦。我若两办呢，就两条。我若一粒花，一粒梅花，我就一粒梅花。以前拢国徽嘛，迄无去，我无去啦。这就是我有去遐当审查人员，啊？系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伊这就是准备爱款款的，赶紧去，伊讲直拖，无。这后勤司令部是要准备烧台啊！一个国家无一个后勤司令部，当时在创啥？你安尼去想就好啊！吼、类似这些，大家拢唔知啦，系啦，哈？好，一直念落去。好，无咱搁看准备。这司令部咱歹搁看啦吼、来。金门撤军要时间，过来看金门撤军的代志，大家知影。今天的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二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其实不是在军事上，
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陈真，台湾台北报道。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我放的这些拢是有根据的，唔是我啥的后边讲。哦，啊，所以你呐会得足清楚。今嘛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好唔好？第一。去介绍较少年的啦，靠专业的啦来受训，因为伊啊摆啊足侪足长的时间为咱台湾人民服务。哦，第二啊，叫亲戚五十、朋友六十遐拢甲叫叫来办身份证，安尼好啊，好啊。感恩啊，咱今日到这结束。啊，各位同心，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张文彦张教授。